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未来水世界，我是 Josie。 之前曾经问过大家最想在香港潜水拍到什么海洋生物，有很多朋友都投票给 Frogfish 碧鱼。 Frogfish 是外表独特和有趣的底栖鱼类，它们的体型圆咕噜，胸鳍特化到好像手掌那样，加上好像对脚那样的腹鳍，看起上来就好像手脚并用那样在水底爬行。碧鱼的背鳍第一支棘通常特化到类似钓竿，称为耳利。 Frogfish 可以操控这支钓竿吸引猎物靠近，再用强大的吸力将猎物吞落肚。它们通常都有强劲的保护色，亦都可以随着环境改变体色。不过碧鱼科的鱼种形态变异都挺大，比较难直接从外观辨识。在香港，我曾经在海面旁边和石上面见过前斑碧鱼，当时都要仔细观察一阵才分得到哪里是头哪里是尾。而其他潜水员就曾经在香港见过康氏碧鱼、白斑碧鱼、条纹碧鱼和光碧鱼。祝大家接下来更加好运，遇到更多 frogfish 和拍到更多心仪的照片。下一集再为大家介绍其他海洋生物，多谢收看，拜拜。